中华民国111年，瑞仙府瑞仙尊王圣诞祭天大典典礼开始，鞭炮。忠献官，恭请滨汉之国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澳洲分公司副总经理李宏美，一通过向电线官，恭请滨汉之国行政经理陈信南，三通过向纪县官，恭请滨汉之国总经理郝信宏，四通过向阿县官，恭请滨汉之国董事长李冰寒，五通过向朱宪官，并请汉新生技公司董事长李武良等就位，六通过向朱典礼官，并请水仙府主任委员、滨汉之国总裁李和顺就位，参列人员就位，献上香礼，上香拜，再上香拜，三上香拜，恭读跳得仰上帝，三观大帝，祭天祝文，以中华民国111年天恩岁处人民，农历10月初十日，道府满口里32号之一，水仙府。新王水仙尊王圣诞加神，水仙府主任委员滨汉之国总裁李和顺率总裁夫人李正特基，汉新生技公司董事长李武良，滨汉之国董事长李滨汉，滨汉制药厂经理吴建雄，厂长大正义，滨汉之国总经理郝信宏，行政经理陈信南，系全体干部、分销经理，来自全国以及马来西亚、日本、美国等创业伙伴。众先生大德，今以香花酒礼孝老之仪，叩得以仰上帝三观大帝之殿前，祝之以文官，奉以上帝创书无丢，官行造化，福临恰主，含瞻尊德，为在三观，天地同仙，德冠诸天，恩坛三界，普济六道，恩威公司于大地，人事
主阮报以万方，万物尽沾恩，调明该送德，希望最先尊王圣诞千秋，特尊敬献，祝贺清香，上供普照，新修天下，降水降福，护佑天地，福气永上帝，三观大帝，必有兵寒之国，风度大典，业绩中行，四时随和公托，八节有情吉祥，发汗家族日日平安，月月光彩，年年鸿运，诸事顺遂，福以圣感，再行上香礼，上香拜，再上香拜，三上香拜，请上香。来，请收香，收香完之后，请全体双手合十。Sorry。行遍界内，主献礼，恭请主献官，汉心神机公司董事长李武良就位，进花。献花，献礼拜，再献礼拜，三献礼拜，绣花，主献官请服位，阿献礼，恭请阿献官，兵寒机构董事长李兵寒就位。进金兵，献金兵，献礼拜，再献礼拜，三献礼拜，收兵。阿献官请服位，祭献礼，恭请祭献官兵寒之国总经理侯信宏就位，敬个献个献礼拜，再献礼拜，三献礼拜，收个祭献官请服位，见献礼，恭请见献官。兵寒之国行政经理陈信南就位，进爵献爵献礼拜，再献礼拜，三献礼拜，收爵便献官请服位，将献礼，恭请将献官。秉汉之国，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澳洲分公司副总经理李宏梅就位，敬献礼，献献礼，献礼拜，再献礼拜，三献礼拜，将献官请服位。献界列行，全体人员相受合心，行三敬礼，敬礼拜，再敬礼拜，三敬礼拜，列行。